来带你来看房子，这一间真的是很不错，有没有？喜欢就来租啦，不要啰里吧嗦。拿着造型服一秒变房东阿姨，阿汉开箱工作室，阮月娇、林月都能即兴表演一段。聊到新角色九天玄女上身，坦言没想过会爆红。因为我想到5688或是什么，就是什么台湾。计程车，计程车司机他们常会在哦，跟你讲什么什么什么路几号几号，来收到收到，我就想像是那个天女下凡一样啊，九天玄女就从上面降落下来的。idea 还真的是天外飞来一笔，但是有创意还不够，去哪里找道具？导演灵机一动，他想到爆米花的哦。因为我就觉得我坐在那里在帮人家算命有什么好看，于是我们就加了一个不可抗，不可就是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恭请九天玄女驾到，800英尺，500英尺。将小人物活灵活现，其实阿汉是北艺大动画系毕业，高中就读美术班的他，还手绘了偶像蔡依林，展现艺术天分。后来因为3年3班手工薯条一炮而红，家人都被逗乐了。哇，为什么上面有你？然后我就跟他们承认说，哦，我就无聊 po 的，因为我从来都没有立志说我要当一个 YouTuber， 我想要做这个行业，就觉得真的是听妈妈的话。对，就是其实这些甘草人物是真的很快可以跟观众拉近距离的。对啊，他就一直叫我去那个菜市场买菜，或是去走一走，去看一下这些生活百姓是怎么样生活的。透露亲戚都很开心，觉得他从电脑爬出来变偶像，总是灵感来了就拍的阿汉，模仿角色惟妙惟肖，特色满点，让网友获得满满疗愈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